永安国小投票所一早就有不少人排队，吴怡农8时18分左向与家人一同现身，不少农粉见到都立即兴奋拍照。吴怡农于8时40分完成投票离开，蒋万安未济就于9时15分出现，与妻子一同前来投票。今届立委选举有不少俊男美女，双帅一其中一个焦点。蒋万安是蒋家第四代，蒋中正庶长曾孙，吴怡农则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金融才俊。现年38岁的吴怡农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第三选区中山、北松山立委，挑战蒋万安。吴怡农伯父吴乃仁是民进党的大佬。吴怡农自15岁起就到美国读书，于耶鲁大学经济学系毕业。2003年吴怡农离开美国到香港工作，曾在高盛集团旗下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亚洲。